先吃吧，让打车。哎，这个，这个我发小钱，然后打车。咱们也就不够干，小弟不够。这咋也不走了？啊哈！我看你上来怎么挺快的。这个手艺的点不到。哎，这你按的对，你皮咋做的？对对。这回嘛，他硬了，硬了嘛。哎，你不对呀！我那没记住第六步上，没记住。我第六步没得记住嘛。你的手变化的是，我这步就我走的是挺顺，因为俺铺上走的。发展下去，你还是水平的。那咋过？你管他第六步走的不好的。哇，那他下腿不行。我说应该是俺铺上是下腿铺。啊？哎呦，哎呀，这些走的好啊，这些走的老练了，走的老练。哎呦，双打足，还有一拱铺。一跳嘛，都去了。我看不出来，反正他这布局这玩意应该说，我光是反正这个鞋，我这个咋赢？他第六步他变了，我这个咋赢？我俺还是俺不按穿，第六步不按铺上走。哎，第六步的，我还是按铺上走。哎呀，我不脱裤，我一直没脱裤。第六步的起步了。嗯，那看你咋赢？反正你赢不我铺定了。他第六步的起步。你这回这把鞋你输，你输在铺上。我按铺走，你这没变。一直没变就是。嗯，我对这布局比较有心得，其实走别的布局我也不大会赢。哎呀，第六步的起步呀。第六步的起步。不然你那现在你来了往天一摔，人都后摔裤都记住了，咋下行啊？咱还得出来哭翻车。
我记住。小的挺喝胃挺口的。我就找找补救，我现在挺熟。当时在那沈阳那咋应该没老师啊？我接你。当时帮一忙，老板还在手里看我，从头整个看。王芳。你做啥？他现在担着不他现在身体倔了，接不过。你举起瓶，还行吗？瓶几都他逃跑了。瓶包不行。瓶几都不行。上面和他画的嘛。也就没有走。你瓶包他工人了都。啊，我心里得考虑他工业。工地这跑不出去了。哦。你不你咋做？幼儿间流吗？幼儿间流。哪有间流啊？啊，间流在那吃，也不行。他下来这么些，我说你不应该逃跑你的流不？你还正常。哦，他这你头一拱以后上去，为个跳槽是吧？我操，没事。我都没事，不就上来哪有说的？我得好好的审审，我去哈。幼儿园里往那边一弄，他一弄。你说来就说来，这里不少，你别逃跑。这些人还跑上哪去啊？一听嘛，我看一听嘛成事了，一听嘛成事。我低头。我对不住，不用说话的，一听嘛太诚实。我挑着马也行，挑着马他爱我，我再退回来。啥事啊？没有。啥事？我挑着个马呀，兄弟。行吧，他诚实。我感觉差不多，当时我得急，我能我肯定乱走的。这步棋我逃跑了。你要死守着他嘞。哎，你说我听嘛，你诚实，我咋走的？你还拖铺呢？所以我决心嘛，对决。咋对决？九二平四。啊，这钱他就倒来了，钱你看，这个计算也好了。没接啊？差不多是吧？是吧？也挺好。说啥嘞？我那手机啊，我也能。你快超时了，我走了，他就还九分钟，还走了，还掉九分钟了。你找我，找我弄啥呀？还有掉九分钟。我一般都认为，我上来都十分钟，还有九分钟，都没了。我不是九分钟，走着没时间，走着走着没时间。对对好点行吗？哎，好难的。哈哈哈！行，你好，发发吗？也不想好气，你冲中民，本来人家去，人家说你家放开通道了。他是两个单，你知道吧？你不加的，是吧？分的。你走你的呢，愿意不？你走你的。我走我的，我走，我都肯定走我的。哎呀！哪里疼啊？
下一步得搬草了。他搬草，他一点点也没有啊。我看我早走着了去，嗯。那居上为平一步咋了？那本草呢？本草成湿了。成湿不行。不行啊！哦，它也没有湿。那也没湿。不行，我知道你不湿，但是你要媳妇都去卡顿了。我看着，我想着看挺好的。那不行不行，我知道，我看下去了。我也从他对付去。身上不沾上了？沾不上，给皮厚着。哦。啊？皮厚着。我皮厚着。我做了。皮厚着。皮厚着。哎，这个气。皮厚着，皮厚着。这个气行。啊？皮厚着。香，没有人买他不敢香，没有人买别着香叶他不敢香，真是不要讲我，不要讲我了吧。饿一头了，我又不能出来。公仆，嗯，打了老夫了，打了，公仆，公仆打老夫了，嗯。公婆到了，到了，你给我打好了，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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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决心啊，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，你大心了。你说他就实在不学上，就说我让第六步，他不该编的，他逃跑了。我跟你说，放两枪就，嗯，眼白都见能，这人上学过。哎，老公你打不起来，对呀，你看，俺买了，啊，那一定他打不起来。我的不让死，你看，我这死光了毛公来了。哟，你娘们，那人动不了。人家要讲，嗯，不然，老公你打不起来，不管叫。不然，早叫你出来不去。走了，我毛都不能死啊，公占了。他打不起来，他一路叫都搂不着吃了，你娘的，我现在公着跑，你得走跑。不用跑啊！我再跑，先工作忙了干，干死你了！不当活动了。我说你第六步呀，你第六步的就不像你这张行政长局面，你第六步逃跑了。快把他追了吧！哎呀，这是吧？没事，还再一帮了，快点，快点，再工呗！不用走别的，光光坐你就受不了啊！这局出来咋走了好几步呀？他再不来了，我就能没有落下呀？没有下那局，他走了。我这你又不敢待，这你没有用。那局还碰不上。他是攻三五兵，看着我妈回来回来站了，他走了，离我他走了。完了，这把去。嗯。直接完了。人家没有电吗？你看没得，当时下来没得，主要怨你第六步。我说你第六步，没说这。有一百方的，一千百方米。把他这个说的。你落实行吗？落实也没钱。落实也没钱。他就是不跑。你公买回我先。你跑，要早早不少。我问你。你穿了位置了。你偏咱上南方啊，娘们。我知道了。这我操，我这我，嗯，不是，你也是偏着呗，你偏着呗。昨晚也是攻杀我。妈的，不能动。我反正能来钱。妈，只有你念念不麻烦，我知道你还念念不念。念念，哎，
是吧？嘛嘛嘛，倒不少呢，又来又来。下一步还下一步一共落了。还一步了。人家跑也得丢啊。哎呦，我得捡捡，我不捡不影响我就输了。当时听，当时你讲，他就啊，再说当时搞的讲，他就不乱，他这样看着我呢，我又不输别的，他不影响不影响就输啊。我说你看，当时有比赛上你不影响。我当时听着我，他出了有线，你看我这鞋，他给结果他俺跑输了，鞋带还不轻呢。嗯，怎么的？鞋带还不轻呢。好，现在他怎么没枪嘛？哟哟，看鞋带还不轻呢，你看。有轻症了他。哎，那不是，哎呀，你说那叫咱这那个亲子哈，愈加亲着，亲子懂事吧？嗯，底下九人呀，工兵，因为一人走出七十来了，他们走出七十，还一工兵，要不啥呀？一共他放一家，红旗完了。不是，他输在地里不上，他地里不他分家那变了，他俩一人干，裤子别叫了，叫你叫叫他，他放一脚，是不？放脚他你想还能再上这房？放脚只能睡下，你这样，他能叫你过病吗？他只能是那一个地方睡，行，那叫你过病吗？那行，你能走出七十来了吗？那得给他制造点困难，是吧？吧，上面，嗯，买一斤二，嗯，吃饼吧，吃一身跑，是不少吃饼啊？谁说的？打响不行吗？打响不行啊！打平还行，打响不行啊！那不行，我打平。打响，是不？我先打得开响，看他啥情况。他响，他响不行，再乱下来。就是他们往上这乱了。你最少不也打响，反正。他你得找有一点子，你还得。他养兵不建议，兵不建议，冲不完谁？我操！赶快。打这个眼里啊，这个不能给他。打啥呀？我上眼睛。哎，你走吧，你攻吧，攻吧。嗯，你攻一回来，我也上那。一攻跑打了票。是咋一攻跑啊？一攻跑，人跑不发了吧？打了行了，怎么攻？回不去吧？你看，还是你这就出晚了吧？俺喂，不是晚，早叫你那样出，你不出，早叫你要出不出？哎呀，不会的，腿一上肿，腿就一上肿的，他说他举着什么？啊，打了小一攻就得攻得上毛了。是啥条也打了小一攻啊？打了小什么一攻不就攻得上了？他没什么去。咋打响啊？年轻头也像也冷不防下留着不也？打响人不吃。在攻，靠天神，天天在做的。啊，我跟那也是打响人才回去攻公司。这那个没会跑吧？不，装叫骗我着，叫骗我着，我就是叫骗我着。天天丢走。啊，这么一下吃了中间。闪着脚。啊对啊，我这是两虎大象，精神有点气，牙花缭乱。不是我这啥的也不听关键，他是什么又啥的什么忙在暗中不让你最起码你去了行嘞，我带不了这个东西。对，大山扛不住了，双腿大。就破了是吧？啊，俺破啥也破是就长久啊。我看他我一上他上那吹响。他就上那站了，这没得用。你快叫了算了，还不叫？当然不叫了。还有其他，他有没有说？这去当然不叫了，这去叫啥了去？他有没有说？嘴牙硬，还吃完麻了？这去叫叫啥了去叫？满嘴都成叫啥了？五十家了啊，五十多秒。这去叫叫啥？这叫啥？往回边，往回边，
想了吗？不想你吗？他走了，他走了，他还想着你跑，松开大力了你。哦，没事，人又打到我了。他走了，人家抓了这么多年，跟你他娘，你看这跟你讲娘了，你这不就当时的那叫谁？你看他一公公这么忙，免费。啊，你俺上铺，找俺上铺，俺也都是这么想。俺不是，他一个公司嘛忙啊，请俺。我十下来还不按重来，没事。他不说九分多重要，这快没了时间，我十一分，你不你还能咋没有吧？你不是你咋搞的？你不说你九分多重挺壮吗？没办法了，你逼着我，我找走我没办法了。我本想本想讲一遍打你脑嘛，你给你吃你药嘛。哎呦，你还不忙？但是这当时临危不救啊，你看嘛，他当时还知道还想我妈，你看嘛，你说他气的挺老多。你吃点嘛？姐，你就你这个吃不着，这确实。哎，也是，今年试车，今年试车不行，今年试车不是光给试的呗。吃吃吧，吃。让你不让你这个跑不能乱走。吃吧，吃吧，吃。不吃，不吃，完了。嗯。还能吃点啥？还能吃几毛钱？吃了吗？吃了吗？我这跑一根。你还不吃？姜。这才下的。啊。哎呀，下的。啊，打吧打吧就行。你看你看，你吃猫就死猫了。人家打你打吧，打你打你那些呢？脚少嘞。那你在吃什么？你这你没这你还有死气吗？这又你咋讲？你现在跑没来累上你咋讲啊？你我说他讲过，我少嘞。少嘞。你上不来啊？上不来。啊，慢掉了。完了，长掉毛了。你剩大几炮了，还折腾啥？领来吧。不是，你说你是说在石家庄是吧？说你说在地里。哎，我真出事了。